仇。放下他们。许久未见了，方明，把东西交出来吧。放下你的执念吧，是不会交给你的。执念？你说的是所有艺人的希望，但不是你。今天我倒是让你看，到底是不是。是时候送你归西了。师父，这是什么？江流儿，一切力量皆来自慈悲之心，一念之慈，万物皆善。啊！师父，江流儿，师父只能送你到此了，以后全都靠你自己了。是金山寺的佛教。
咱不会是来晚了吧？完了，这下算是白跑了。看来银子拿不到喽。一具尸体都没有，再好好找找。那边。周围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不会是都死绝了吧？少废话，拿回你的路。哎，不会是死了吧？这么小，连女人都没碰过就挂了，白来世间走一遭啊！别胡说，还活着。这是什么？舍利子。这个房间所有的人都被刚才的冲击碾成了齑粉。是什么东西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？不知道。那他呢？他怎么回事？把他带回去吧，交个差，回去就都明白了。这么远带着他干嘛？把这个带回去交差足以啊。让你带你就带。你们身上值钱的东西统统给我交出来，饶你们一条生路，否则的话留下你们的尸体给这千里的黄沙知识肥，来年你好长出点什么。给你赌十两，不出半炷香，他就得躺这儿。你确定你身上银子还够？是异人，是异人，我不想死在这儿。慌什么？道上悬赏，一个艺人就是白银万两。兄弟们，咱们发家扬名的时候到了，上！呀！会死，钱没准，还闹这么多麻烦，少废话，上！喂，
半炷香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你带笔了吗？干嘛？写欠条啊！对人，老少，区区一支羽箭，还伤不到吗？赶到的时候，就剩你一个人活着。你师父是怎么死的？是啊，到底什么人干的？说话呀，这时候哑了。算了，问他也没用，带他去见馆主吧。馆主，他们已经进城了。哇，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人？红豆，你可跟紧点，丢了我死关。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红孝馆。红孝馆？那是什么地方？是个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真的吗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嫌我废话多就别带我来呀。哎呦，个头不大，脾气不小的。你们俩这一路倒是混得挺熟啊。一天跑八遍都是我瞪回来的，能不熟吗？就仗着个头大欺负人，抓个小孩算什么本事？你当我想抓你？哼。先办正事。叶公子，叶公子回来了。哎，这里好多女人啊。漂亮吧？
别教坏小孩子。馆主已经恭候多时了。我们到的时候，寺中一片杂乱，方圆五里内一个活物都没有，除了这个小和尚和这颗舍利子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还是迟吗？你不用害怕，我跟你师父法明方丈是老朋友了。前日得到消息，说有人要到寺里行动，我便派他们三人前去护寺，没想到还是迟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江流儿。他们为什么要来杀我？是连煞的人，他们想要拿到盘古之心。相传世间的混沌由盘古打破，最后他将灵犀外放，形成为气，而双目则化作太阳与月亮，照耀着四方世界。高山、大川、森林、河谷、飞禽走兽，万物永世养成着盘古之灵的恩泽，经历这沧海桑田、时间变迁，终于形成这世间最为珍贵的一颗灵丹——盘古之心。馆主果然仗义。那盘古之心要是落到坏人手里，岂不会祸害苍生？你能心系苍生，想必你师父也定能安心往生了。那你们舟车劳顿也是辛苦，早些休息吧。其他事我们明日再议。咱们去哪儿耍呀？你先把你赌输的十两银子还我。你俩真是，怎么着，跟我走吧，免得被他们教坏了。没想到法明居然会把他送给一个孩子听。不过至少这一次能够确定他是真的。主上，派我把那个孩子给您带回来吧。不用了，盘古之心力量强大，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控制住。咱们还是静观其变吧。可是主上，据传只有宿命之人才能拥有盘古之心。如果那个小和尚，哼，宿命之人只会是主上。回木狼，有他的消息了。已经找到了他的藏身之处。好，白骨鸡，去把他带回来。是主上。今晚你睡这儿，别乱跑。多谢姐姐。你叫什么？姐姐啊，不许叫我姐姐。为什么？哪那么多为什么？赶紧睡觉。
列公子，等了三个月，你终于来看奴家了。这什么意思？你俩怎么回事？有劳青船姑娘挂念。我在房里备好了上等的碧螺春，可否有幸请公子？哎，青船姑娘，哎，我爱喝茶，正好我渴，我陪你去啊。哎，那就有劳青船姑娘了。这边请。哎，你，我来了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哎，姐妹们，伺候好沙公子。哎，别走！青山姑娘，你等会儿都。哎，青山姑娘，青山姑娘，我这，哎，青山姑娘。叶公子今天想提什么字？姑娘怎么唱我便怎么写。那今天就给公子唱一首紫荆。奴家非常仰慕列公子的人品，不求与公子行礼相随，只求与公子。都跟神仙一样，背地里就这么畜生。这样吟诗作赋不好，如果姑娘不懂风情，只想看风月，那我下次……哎，这样就很好了。只求公子不要再说不来的话。沙大爷，怎么是你啊？叶，哎呀，叶留下，你这个王八蛋，竟然要换老爷的买卖！吴叶，怎么是你啊？这不是青蝉的房间吗？我二哥呢？你找我？沙公子，青蝉哪里得罪您了？让您这么大火气，破坏红销馆的门，至少五十年。你这次白忙活了。看什么看？忙你们的。
形山寺，怎么会在这儿？老和尚，醒醒啊！姐姐，这里很危险。小和尚，醒醒啊！姐姐，我走不了。快醒醒啊，小和尚！快醒醒啊，小和尚，怎么了？姐姐，师父圆寂前为我吃了一颗丹药，会不会就是盘古之心？姐姐，我会不会死啊？根据描述，两道是一术。那是啥？风传一人能够同时领悟魂、气、尘三者，便可开启一瞬，穿梭时间，更有甚者可以干预时空。世间能够做到的，应该不超过三人。这就是盘古之心的秘密，它能让常人获得超越一人的力量，但又不能控制。你的意思，他随时会死？盘古之心能量巨大，恐怕爆发之时，周遭之人亦会受到牵连。难怪我们当初发现他的时候，周围的人都化成了灰烬。但若能将他体内的盘古之心取出，江灵儿仍有一线生机。哎，观众，我们不是那种赚钱不要命的。我说过，盘古之心可不是一般的宝物。只要你们能把盘古之心取出交给我，这些全都归你。真的？想必你们做一辈子的赏金义士也赚不到这么多。恐怕没这么容易。没错，这次任务危机重重，所以各位一定要考虑清楚。哎，观众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这次任务看来我是没法推辞。这单我们接了。切记，如果江流儿因不能控制体内的力量而死，盘古之心也会散去，你们的任务也就失败了。哎，观众，你放心，我带江流儿就像带自己亲弟弟一样，无论如何我是不会让他死的。在莲刹内曾有一人专门负责此项研究，名为奎木狼，后来他迷途归返，试图脱离，但被莲煞通缉，是我帮他解围，算是有恩于他。你们可以去先找找他，看看有何方式可以化解。他现在隐居在两界山。快！你先回家等我，我天黑之前见不到我就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木狼，走啊！快去！好体贴的夫君啊！我已经脱离了莲煞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主上对你甚是牵挂，特意让我过来见你夫君。这辈子不会再为莲煞效力了。不是你能决的，拒绝主上，后果你是知道的。你实在是太小瞧我了。
面请我。姐姐，说了别叫我姐姐。那我叫你什么呀？田朱燕。哦，难怪他们叫你三火呢，原来是这样。那我就叫你三火姐姐吧。随便你。他们两个叫什么？穿黑衣服的教练，一脸大胡子，一脸流沙，叫他老沙就行。小和尚，按馆主所说，你现在也算是个艺人，你有什么本事？给我看看。我现在都不知道艺人是什么呢。像馆主说的，天地人本为一体，形虽已散，但仍有共鸣。其中空气中称为气，大地中的称为尘，而我们艺人则可以随意控制自己体内的能量。举个例子，哇，好厉害！那气呢？气能变成武器吗？哇，好多萤火虫，好漂亮！当魂与尘共鸣，就可以利用大地幻化出实体，也就是我们一人的武器。当魂和气结合，就可以控制元素。不过我不太擅长这个，也就能点个火。据说有的艺人通过修炼，甚至可以改变气象。那你们不都是神仙了吗？先教你这么多。哎呀，到你了。你干嘛打我呀？看你先前的表现，你好像更擅长与气的共鸣。先从魂开始吧，静下心。既然你已经是艺人，这种感觉就像走路一样，你想找一定可以感受到。这能行吗？我看到一种东西在你体内流转，应该就是你们所说的魂。你能看到魂？他们两个回来了。哎，金砖，看看，晚上给你烤鸡吃。哎，逗你呢，你爹哥给你采蘑菇了，多吃点啊，控制点，别自爆了。哎，你看这荒郊野岭，还真是个躲仇家的好地方，一般人找不到。应该就是这样。是一些药理和炼制方面的书，奎木狼应该就住在这里。三火姐姐，嗯，这个是小孩的衣服吗？哎，那个是女人的衣服。闭嘴，见赵多。什么呀？
追上先别下手，不用慌了。看你柔柔弱弱的，身手还不错。能拿两个垫背，我死也值了。你们俩怎么样？没事儿，要不是你反应快，我们就死在这儿了。也罢，既然我今天落到你们手里，让你死前再救我夫君一命，你百花羞死我。桑伯，放开他吧，他不是敌人。刚不知几位是馆主的人，都有得罪吗？怎么称呼？百花羞。你是姬巧族的人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之前跟你们打过一些交道，认得这是你的族。姬巧族。你们不是和异人势不两立吗？怎么你和孔母狼？如你所说，我家族一直在狩猎异人。七年前，母狼第一次潜入了我家族的领地，我发现他是连杀的人，便一路不断地跟踪他。他行踪诡异，昼伏夜出，好似在寻找着什么。而我接到家族的命令，对他出手，但是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他没有伤害，只是对我说，他在寻找一味只有在夜里才会开花的草药。之后连杀的杀手出现，我才知道，他早就已经逃离了连杀。当时的我，为了保护家族的领地与名誉，选择了与奎木狼合作，并肩作战。战斗结束，我受了重伤，是他一直在照顾。您告诉我找到那朵花也是为了制药，但我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浇花摘下，看着他爱护他们的表情，我知道我已经爱上了。我向家族报告了此事，换来的自然是一顿训斥，我便逃了出来，与他相伴可不成想，白骨精还是找到了这。昨日他将我夫君抓走，生死未卜。用情绪尽用在，如今生死两茫茫。我们只是想相依为命，度过这一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总想拆散我？放心吧，我们会找到奎木狼的。找？我们怎么找？去哪儿找？啊？我？姐姐，我真不行。别废话。人命关天的事儿，哼，我就说我怎么可能做得到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找是找到了，可我不确定他在哪里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好像在一个山洞里。山洞附近有个万象山，万象山有很多山洞。那我们就先去那里看看。分头找，找到不信号。好。
奎木狼，你我也算旧相识，只要你说出来，我绝不背叛。妄想降于一旦绝无可能，就算你杀了我也没用。哼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也只有请你夫人百花羞了。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是无辜的。不问我又怎么知道？你对我还真是毫不留情。那你就不要怪我不念旧情。废话，听见了吗？就在这儿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不然下一次，我可不敢确定我的骨头会从哪儿长出。住手！就杀我父亲！守好你的青春。木狼，好。兄弟，都伤成这样还没死？劫匪和东方行事，受管仲所托来找奎木狼，那就不要费口舌了。上当了！是。我说了，我现在说这种瞎话，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？我寻思着，我什么时候才能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媳妇？我寻思你上哪也遇不着。当和尚不带这么咒人的。上下都是伤，估计活不长。我们奉红霄馆馆主之托，有事相求。你就是负担之人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困难在此守多年，
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将此丹取出？这么多年，这多努力，都是金城皇、水中月、黄四达就在眼前，可是却看不见。或许我们再早来一步，我们就困难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恐怕连母狼最后一年都见不到。你今后打算怎么办？杀父之仇不能不报，就算走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到白骨姬。各位告辞。凭他的本事，行吗？那你陪他去。那可不行，我得保护我这一车金砖呢。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？回红小馆。小馆主，同堂记忆。主上，刚刚得到白骨姬的消息，奎木狼死了。死了也罢，毕竟他知道了太多的秘密。白骨姬在信中提到，四个异人打断了他的一切计划，说是受馆主之托去找奎木狼。馆主，他还特别提到，四个人中有一个小和尚，似乎能感受到身边的异人。他果然也在寻找盘古之心。主上。还是派我们二人把他给您带回来。不用急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没有找到取出盘古之心的办法，返程路上大水漫了官道，我们渡船过河却被卷入了激流。一睁眼，竟然来到了女儿国，沙哥哥竟成了这里的国王，这可把他们坏了。
但这个女王并不简单，可我们怎么说杀哥哥都不听。到此为止，不吃早饭，安坐一去。后来我们发现，这一切都是连煞十几年前布下的阴谋。虽然危机重重，好在我们获得了新的线索，一切都指向深山里的一座山庄，奇怪的关系。一个常人养了一群异人的孩子，丢失的孩子，胡木狼隐藏的秘术，这里与连煞有什么关系？阴谋能否被解除？我们能否找到取出盘古之心的办法？还有更大的秘密等着我们去揭开。小姐姐，